人の心が信じられなくなりそうだ。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谈到近代日本电影史，一定少不了黑泽明导演。本周有十部大师的经典修复作品重登大荧幕。今天很高兴邀请影评人杨元林为我们分享。元林好，凯英好。黑泽明导演一生中有30部作品哦，所以元林大师为什么是大师呢？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他为什么可以成为大师？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困难，就。应该说，就是对我来讲，其实我从小看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啊，就是小时候就觉得啊，日本电影就等于黑泽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师为什么等于大师，就像是哎、欸，你那个就是脑中所见的，然后就是所有对于日本的传统文化啊，或者是日本电影美学的想象或者在呈现啊，就是黑泽明了。所以坦白说，我个人会觉得啊，我们说。黑泽明是日本电影大师这件事有点太低估他了，这个尊称不够，要是日本电影天皇，你知道吗？就在足以呈现得出他在日本电影史上面的地位、那这个地位我个人会觉得、啊、这几年其实台湾大家对对日本电影的接触越来越多，那是小津安二郎啦、沟口健二啊，更新一代的电影的这些传统就是电影美学的东西啊，我们大师见的越来越多了。可是回到黑泽明，然后回到黑泽明成名的那个时代，1950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了哈。然后这些回到那个时代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在那个时候的日本电影导演里面。只有黑泽明是我们可以说是他是用西方的美学跟影像手法去呈现所谓的日本东方精神，所以我个人觉得啦，后来越来越看，越来越觉得为什么黑泽明不只是在他就是日本当地获得了这么崇高的地位，而且是获得等于全世界的影评各界的一致的推崇哦。是在于，就是他有点像我们说国父说那个啊，对，国父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哦。那他真的是就是说把很纯粹的，比如说武士精神，然后传统的日本文学，或甚至是他把中西两边的不同的美学跟精神做了很巧妙的融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变成一个最好的，不管是影像或艺术上的桥梁，带领我们就是带领我们是东方人，当然本来就对于东方文化比较容易亲近，对。但是对西方的观众来讲，他们用等于黑泽明用了他们熟悉的电影语法，然后去呈现所谓的。东方精神是什么？是什么？对，的确，黑泽明导演是国际影坛上最广为人知的日本导演，所以这次十部的经典修复作品，元林有帮我们分类。我们先讲最广为人知的，好了，我们先讲改编这部分，好不好？对，像改编这部分也是，就是大家对于黑泽明的认识啊，他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是改编自像莎士比亚的作品。好，然后这一次修复的里面，我觉得非常少见，而且经典，而且其实很少在大荧幕可以看到，就是《蜘蛛巢城》这部片哦。那这部片是改编自这个马克白，就是莎士比亚的马克白。那除了这部之外，其实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是它比较中后期的一部《乱》。那《乱》就是改编自这个《李尔王》。黑泽明不管是改编莎士比亚西方的作品，
然后变成蜘蛛巢城，或者是改编这个罗生门芥川龙之介，就是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短篇，然后或者是红胡子，是日本的文学大师他的一个比较长篇的大作对于人性的批判的作品哦。那在呈现上面，黑泽明都很巧妙的用影像的语叙事去再现出文学本身的精神。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说不能不看，而且我自己也是，就是说年轻时候在学电影的时候，都把它当作剪接圣品哦，就是说你要学怎么去剪这个影像的所谓节奏感，或者是影像的方向感，然后这个不同的人物之间的性格或心性怎么样在视觉上面不用讲话就能够呈现，就看罗生门就好了。那现在大家对于罗生门的，就是罗生门这个词已经变成，因为这部电影太经典了，我相信真的是哦，就这部电影太经典了，去呈现出一个悬疑的命案，多方不同的说法，然后到底真相如何，其实在每个人心中都有，或者每个人的认定上都有不同的判断了。那罗生门就各说各话变成一个专有名词这件事，我觉得也来自于黑泽明这部电影这么的经典了。那大家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它虽然只是黑白片，但是它透过这三个主角，然后三种不同的人物的风格，然后甚至是在影像的掌握上，它的节奏也因为三个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剪接的节奏，去呈现出这种对于人性、对于真实、对于真相的一种探索。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它是充分的把原作小说中的那个核心整个都展现出来了。光是黑白片透过光影，透过镜头的零碎剪接，就可以营造出一种视觉的华丽感了。那到了彩色片，它要怎么用？那第一部的《电车狂》这部片，它反而去选了一个贫穷的边缘的社群，去探讨那个地方的社会问题，用彩色的方式来呈现。改编的部分其实真的有非常多部作品，不管是从西方还是从东方的改编。那这次的作品里面，十部作品里面还有一类，我们把它归成社会与人性，可不可以帮我们再多介绍一下？对，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讲完十部片，那个大师的精髓真的是太难了。但是我觉得黑泽明，我们可以发现啊，就是说他对于除了对于传统文化或者是文学改编的这样子的语法，然后再现到电影之外，他对于社会的观察也会非常强烈的展现在他的影片里面。那这次选的这三部片啊，我觉得是可以说是很巧妙的把从5060到甚至近代的日本社会的这个社会现象啊，做了很完整的呈现。从生之欲，然后到这个电车狂，然后到这个天国与地狱啊，那我们其实对于日本文化有非常多，日本文化其实有非常多的，比如天国与地狱，我们有非常多的推理跟犯罪案件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那现在大家经常看到什么东野圭吾啊，宫部美雪，对，本格派推理啊，但这样子的推理小说，其实都来自于推理小说家对于现代社会或当时社会的犯罪案件背后的社会真相跟正义的这些的观察跟探索。那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其实你可以看到在《天国与地狱》里面啊，这一部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是从天国到地狱非常完整的，也可以说是跨时代的哦。就你很少在日本电影，不，其实不只是日本电影啊，在电影里面看到，就是说一部电影像是拍成两部序曲啊，前面半部是案件的发生，它透过一个勒索案，然后去呈现这个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然后各方要不要付赎金，然后警方怎么样的面对，然后社会的批评，各方的态度，去呈现出哎，大家对于同样一个犯罪案件的争辩。那到了下半部，其实到底什么是天国，什么是地狱，其实就引发了更进一步的
的辩论啊，就是说，下半部辩的是从警探不追，锲而不舍的继续的追查，但是这个所谓的锲而不舍的继续追查，其实揭露了更多是对于社会现象的一些探讨。那这一点其实我也觉得很有趣的是，在《生之欲》里面，乍看之下是关于一个老人，就是突然的发现，他罹患了癌症，然后他其实才赫然的发现他的这半生劳碌就是很固定的工作，当公务员，然后奉公守法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律的生活，其实什么都没有成就。那回顾他半生之后，也因为得了癌症这件事情，开始燃起了某种生命的欲望。这样的生命的欲望，去促使他去推动或者是关心很多当时的社会的边缘人，然后开始去带起一些热情。那这样子的片，其实我觉得《生之欲》如果现在再来重拍啊，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这种疗愈性励志电影。可是，在黑泽明的手上，他就带出了非常多对于当时各个阶层小人物的关心的这种细节。那《电车狂》也是啊，来自一个很有趣的设定，是一个有点失智的年轻人啊，他是沉迷于火车，然后他就认为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他的那个小小的村庄、小小的边缘的社区，其实就是绕着他的火车来行进啊。那也透过他的有点半想象的这样子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啊，去带出了他所生存的那个边缘社群啊，其实每一个家庭的那种悲苦的状态。那我觉得《电车狂》非常值得一提的，其实是这其实是黑泽明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对，那作为一个这么厉害，就他在黑白片里面，比如说像《植物朝城》，像是《罗生门》，光是黑白片，透过光影，透过镜头的零碎剪接，就可以营造出一种视觉的华丽感了。那到了彩色片，他要怎么用？那第一部的《电车狂》这部片，他反而去选了一个贫穷的边缘的社群，去探讨那个地方的社会问题，然后把这样子一个贫穷的景象用彩色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我觉得其实很有趣的是，他用一种华丽的，我们贫穷应该不能等同于华丽，不能用华丽来形容，但他反而在影像的手法上是用一种华丽的状态去再现了这个贫穷的边缘族群的那个生存的状态。所以贫穷的颜色反而用了华丽的视觉去呈现的时候，反而更凸显了那种人生或者是生命的荒谬感。那我觉得我个人自己是非常喜欢《电车狂》这部片啊，这部片也就是非常的有名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因为它的票房非常的惨，然后当初上演的耗资非常大，然后票房非常惨，所以据说黑泽明导演也因为这部片的票房惨淡的失败啊，所以自杀，然后当然后来获救了，所以才有后来有不断的还有其他很棒的经典啊，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位大师在《电车狂》这部片里面，他是怎么样的试图把自己的电影美学从黑白过渡到彩色的时候，依旧灌注他原来对于人性的观察。《战国樱桃》里面就是一个武士啊，因为战乱，然后带着他的公主希望复国，然后在这个路途中找了两个这个有点像劳拉哈台的这种小甘草人物的农民去协助他们两个，等于一路的发展，像是复国的旅程那样子。乔治·德卡斯之所以会拍成这个《星际大战》，一切都是来自《战国樱桃》的这个启发啊。谈到日本电影，那大家都知道的武士道精神，大家都想要拍武士道精神，所以黑泽明导演也有这样子的作品，会帮我们再介绍一下。对，坦白说，我对于武士道的认识哦，最早都是来自于黑泽明的，像他的《七武士》啊，《战国英豪》啊。那据说像《战国英豪》这部片，是连乔治·卢卡斯哦都
推崇备至啊。然后据说就是卢卡斯的这个《星际大战》，大家知道就是星际那科幻片，就是史诗科幻，是因为受了这个《战国英豪》的启发而来的。所以《战国英豪》里面就是一个武士啊，因为战乱，然后带着他的公主希望复国，然后在这个路途中找了两个这个有点像劳莱哈台的这种小甘草人物的农民去协助他们两个，写等于一路的发展，像是复国的旅程那样子。那这个故事的原型也就变成了《星际大战》的那个《星际大战》的英雄，再加莉亚公主，再加上那个 R2D2 跟那个就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的这个，就据说就是乔治·卢卡斯之所以会成就是拍成这个《星际大战》，一切都是来自《战国英豪》的这个启发啊，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当时黑泽明对于西方社会来讲，西方电影来讲是有多大的冲击了啊。那这个武士道精神这件事，我也觉得非常有趣啊，就是说，我们这几年其实大家陆续的看到对于武士道的讨论有更复杂的，比如说像山田洋次的什么《黄昏的清兵卫》啊这些的，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从更另侧面的去谈武士道。可是在黑泽明的电影里面啊，你可以发现他所谓的武士道是真的非常正统而纯粹的，像是他的另外一部这个《大镖客》哦，那后来也被改翻拍成这个《荒野大镖客》，那里面的三船敏郎哦，对我来讲啊，小时候所谓的武士就是三船敏郎，三船敏郎这个角色后来在那个《荒野大镖客》里面啊，也变成是克林·伊斯威特的那个角色的原型，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认为的，或者说黑泽明所拍出的所谓的武士道，其实是把日本战国里面的这样子武士对抗武士的这种对抗精神，正邪不两立的那种英雄的原型，可以说是日本英雄的原型，做了非常彻底的呈现。黑泽明的电影里面，你可以发现他的武士都是最纯粹的那样子的英雄的原型，透过这个练武术，然后去达到一个邪不胜正，或者是小人物对抗大时代的这样子一个永远不屈不挠的这样子的一个勇士之心哦。那这种精神也是，就我们对于黑泽明，我觉得啊，就奉他为所谓天皇哦，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带出了这种精神的最纯粹的部分。嗯，对，这一次刚好有10部的经典修复啊，所以园林会怎么样推荐？如果对黑泽明大师不是那么了解的观众，你觉得最容易入门的是哪几部呢？我都很想说，就都看吧，时间有限，真的非常的难得，就是10部片哦，你可以在大荧幕可以看到。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想要看了解，比如说如何用黑白的影像，然后黑泽明非常有名的就是他对于片场这个天皇的封号，另外一个就来自他其实还是非常的跋扈专制那种很恐怖的导演啦，就是在现场是说一是一，就是大家就是没什么好说的哈。那为了等云到，或者等一颗天，就等天晴哦，他可以等一个月。那这样子的东西，所谓的黑白电影，竟然可以有这么复杂的光影的细腻的表现，而这个光影的细腻表现却又可以呼应到人性或人的性格本身。所以如果你真的时间有限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就是《罗生门》这部经典啊，是绝对不能不看的，不管是在它的主题的探讨方面，或者是在他的影像美学的那种细腻程度，光是看他的黑到白之间的那个灰的渐层，然后如何的去拼凑，你都会觉得啊，真的是叹为观止。每一个镜头都是经典，对我来讲哈。除了这个之外，我个人也觉得，就是说《天国与地狱》这部片啊，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对于日本的推理电影或者是犯罪电影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可是讨论这个核心啊，其实还是回到人性跟社会。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天国与地狱》这部片可以说是台湾观众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
那但是他对于那个时代的，比如说社会正在转型，所以才有所谓的绑架勒俗嘛。那金钱的价值跟人性的价，生命的价值，这中间的 balance 你怎么去探讨，怎么去平衡？那甚至是这中间的讨论其实是没有定论的。那这样的东西如何在电影中呈现？那在黑泽明的《天国与地狱》里面，你也看得到他很仔细的去爬书当时日本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社会转型的问题，那那样的犯罪问题所牵引出来的背后人性的纠结，其实真的不是只有善与恶而已，而是在天国到地狱之间的这一条路上，你看到很多人在匍匐，在挣扎，这是非常精彩的。那除了这两个，就是我们讲了古典美学系列到社会观察系列之外，我个人觉得绝对不能不看的，当然是那个三船敏郎的《英姿》啊。那到这里当然有小八卦啊，就其实黑泽明的30部电影里面，好像据说有16部都是三船敏郎主演的。那但是后来就是他后期就三船敏郎其实也变成是武士的代言人哦、喔，然后也红到西方去了，然后好像美国福斯后来也找他拍片那样子哈、喔，很多人就说其实是三船敏郎讲错话啊或干嘛的，然后那个有人访问黑泽明大师，黑泽明也说只是悠悠的说，我跟三船兄可以发挥的都可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所以我们就好像有点好好的了结了一段缘分哦、喔。但是就有点分手男女各自各说各话，对、嗯。但是不可讳言的就是在由三船敏郎主演的黑泽明的武士电影啊、喔，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就巧妙的对我来讲，就他把黑泽明心中对于武士的那种既纯粹又勇敢，但是也有他自己个人就勇敢背后所带来的困境或者是困难，然后接下来你如何要去克服这样的困境跟困难，才是所谓的武士的决心哦、喔。这件事情在三船敏郎的电影里面都非常的精彩。那这次修复的这四部，这什么大镖客、庄三十郎，然后像七武士。都是，然后《战国英豪》也是啊，都是由三船敏郎主演的。那我个人自己觉得啊、喔，如果真的只能选一部的时候，我非常推崇大家可以看《七武士》这部片。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不同的武士，就是说他有七个武士，那各有各自的背后的问题。然后其实本质上还是回到武士，其实就英雄是要为弱者而服务的，那这样子的精神是展现在七武士里面，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的。嗯，今天非常感谢袁琳帮我们介绍黑泽明大师的10部作品，谢谢袁琳。谢谢。信じますか？デビクロ君の奇跡を。あったね。運命の人に。え？切ない片思いに悩む。4人の男女、大切なものをなくしたって気づいて、一度も好きだって言わないで、私の気持ちはどうなんの？俺の出番だ！やっほー！走る、君に会うまではアンナ！ミラクル、デビクロ君の恋と魔法。